欢迎乘坐和谐号动车组。本次列车是由深圳开往广州东站的动车854次列车，中途停靠樟木头东莞车站，全程运行1小时03分。正点到达终点站广州东站的时间是23:23，到达樟木头时间是22:40。到达东莞车站的时间是22:50。单正乘务工作的是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广九分段的乘务员，车内是有饮水机，您在使用纸杯时注意不要直接装入热水，防止烫伤，请将大件行李放入大件行李架内。五号车是有餐车和残疾乘客专用区域及婴儿护理座，一号车和八号车是一等车，全程对号入座，列车全程禁烟，并严禁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。您在上下车时请注意站台与车厢之间的空隙，请看管好小朋友，随身物品要在本人视线之内，如果需要报警求助请拨打报警电话0755-255-8956。感谢您乘坐本次列车，祝您旅途愉快。